公布25发布时间正式公布，3月31日。3月17日消息， OPPO 今天正式公布了新旗舰25的发布时间，25将在3月31日晚上8点正式发布。根据官方海报来看，此次25发布依然是和浙江卫视进行合作，想必会是以演唱会的形式正式发布 OPPO 25。根据之前报道， OPPO 25将会带有刘海的异形全面屏，6.2英寸，19:9，屏占比高达90%，搭载高通骁龙660处理器，标配 6GB 加 128GB 存储空间，主摄像头率先采用索尼新一代旗舰影像传感器 MX519， 前置2000万像素，基于 Android 8.1 的 Color OS 5.0。 根据媒体爆料， OPPO 将会在3月19日与北京召开媒体沟通会，彼时会向媒体公开 OPPO 25。另外， OPPO 还公布了一个25的宣传片，张一山出镜，